钟镇涛呢日为新专辑举行签唱会。他提到这次专辑入面用了一个新的发声位置，叫做处女位啊，丹田位就听得多了，处女位即是哪里啊？个个都留意紧我个处女位，其实呢我唱歌唱了很多年噶啦，咁啊，其实唱歌咧系如果专业少少嚟讲咧，系有唔同的位置发声噶嘛，可以用喉咙啦，可以用丹田啊，或者有啲古典音乐用 head voice 啊，周围都有嘅，但系咧亦都可以 crossover。即係等於你的喉嚨加少少面部的表情啊，或者呢度加呢度，即係咁。但我有一個位咧，就揾到一個新的位咯。咁啊，我咪未用過嘅，以前唱咗歌咁耐都未用過嘅，咁混埋一啲我以前的位咯。香港演唱會結束之後 ，B 哥哥聖誕前夕就會去雲頂巡演啦。咁聖誕節又會同屋企人去邊度玩呢？去雲頂旅行咯，而家雲頂好好玩噶，即係同以前雲頂唔同啦，有商場又多啦，食嘢嘅地方又多啦，咁啊啲榴蓮特別好食啦，嗰啲我諗起有得流口水噶，但係因為我演出我食唔清到嗰啲嘢，如果我個時間容許嘅話，喺嗰度留多一日，食下好嘢咯。嚟咗佢間，佢做我特別嘉賓啊嘛，啊因為Tony Mercury 唔去噶啦嘛，咁啊。We will rock you, 我自己 rock 啦。